我的名字叫做杜佳琴，母语名字叫鹅的，嘿呦嘿呦下一位，我的名字叫做胡从前，英文名字叫啊不对不对，请你喝一杯，哎呀不对不对，我没有原住民名字了，因为你叫陈伯南啊，我实际上他们叫我陈伯南。美族部落啊，就是到了丰年祭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邀那个我们汉人的朋友一起来到部落参加丰年祭。然后就是我们都会找那些我们朋友跟我们的长辈聊天。对。然后有时候聊一聊聊，如果长辈就觉得哦好喜欢你这个朋友，就觉得你这朋友好棒。哦。对，然后就会说好了，我帮你们取一个原住民的名字。哦。对，然后但是。对，然后但是其实那个名字都是比较属于什么运动动物类的啊，或者是生殖器官类的，比较好笑，对，比较好笑的，哦，真的，啊，要不然就是按照外观啊，真的，对，就是你长得像什么就你叫，或是你身上没有什么，就可能你长得很像猪，就说你就叫瓦柱，然后我就好开心好开心，然后就说我有原住民名字叫瓦柱，然后就那个长辈就会很开心啊，就是可以娱乐他们，能捉弄他们。然后也不告诉他说到底什么意思，对，也不跟他，还有叫他辅助是什么？辅助，辅助吧，辅助，哦，辅助，确定吗？辅助就是荡，哦，胡辣辣，辅助，所以后来有那首歌嘛，热爱一百零辅助，我的青春的真流水。来开开长辈的玩笑。那个阿美族的那个妈妈啦，她就到北部，要想说儿子你要去学游泳课这样，然后去上课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因为学自由式啊，那个教练也不知道，哇，这小朋友的幅度太小了。那个妈妈在上面呢，幅度。我再讲一次，我真的会打他。这谁的小朋友幅度太小了？他就过去，叫他上来。教练，你的幅度也没有很大啊！对，这是那个幅度的故事。幅度的故事。我们有一些原住民的老人家，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听他讲话，其实蛮好笑的。就像我们有一个那个姑妈嘛，她因为在那个乡公所检查的时候，因为她没有去过大医院哦，乡公所检查就是那个乳房那边好像有硬块，有硬块这样。哦，你这个可能要到台北，然后去比较大的医院去看这样，然后就带姑妈，然后就坐火车。然后坐火车，然后阿姑妈说啊，这火车我会坐啊，然后就带着她坐这样，哇，结果我们坐错车这样，坐错车，然后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他们的处理方式，那个列车长就过来就验票，说哎呦哎，这位置好像不是你们的，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们的票？你看啊，他就看，你们不是呢，你们这是平快，这是自强号呢，所以呢，有没有到台北嘛？有啦，是有到是有到啦，可是你坐错车。平快跟自强号哪有差吗？一个比较慢，一个比较快。他就说所以这个是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叫他开慢一点，我没有赶时间。好不容易我补票嘛，说姑妈你就要补票啦，对啦，对，然后就好不容易到台北，然后姑妈你应该会挂号吧？简单啦，我有读书呢，去这样去挂号就挂半天了，在那边撸很久，然后他就过去，然后就那个门诊就说，请问你要挂哪一科？哎呦，我要挂两科啊，因为要看两科嘛，要看两，我们没有这个科系，那所以挂哪一科是只能看一科嘛？那我挂右边的好了。去麻烦你们台北只能看一颗，乡公所都看两颗呢。台北人很小气，对呀，麻烦。陈伯伯来了，哎呦，陈伯伯，陈伯伯，靠脱衣服扮老人年纪，这种陈伯伯很酷，他一大早就跟那个他的那个老婆讲，老婆，那个乡公所，那个镇公所那边有那个老人年纪，我要办。好，你去办啊！结果他就出去，他就看到那个证件就在桌上，这样，在这边我看你怎么办，这样就去，陈伯伯还真的办回来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我的那个存款簿，明天就会有钱了，哇，那你怎么办的？你怎么可以过？你没有证件怎么办？老人家他说，所以你怎么证明？对啊，怎么证明？我脱上衣，他看到我的胸毛都白了，他说你是老人。
哦，好就可以。他的那个老婆就很生气，那你为什么不要把裤子脱掉，缠着手伸洗办？带着小鸟一起不回来，阿公带着小鸟一起不回来，阿妈还要游，阿妈不要游。哦哦，还几套房啊？没有了，阿公那个只剩下装饰作用。对对对，来薛瑞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以前呢，我真的非常讨厌我爸载我去学校上课，因为他就骑摩托车。然后那时候上课时间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有非常多的人在公车站等车嘛。那我爸就会那种骑摩托车骑骑骑骑，他看到有人在招手的时候，公车站招手，他就这样招手了，然后他就这样停下来。小姐，你找我？哦，好，我有儿子了。开玩闹哦，那么耍宝啊？对，他都会这样子。然后再来，然后我爸是属于比较聪明的，然后我妈属于那种傻傻的。他就一直以为就是阿美族的腿比较长，他就觉得他自己应该是很有运动细胞的人。然后以前有办那个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，以前是按照族群，现在是按照县市，然后就参加那个社会女子100公尺这样。然后他就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很明显，他就觉得哦很骄傲，他的腿就比对。比人家长比例，他就觉得我的腿是到人家的那个脖子这边，他就觉得很开心这样。就隔着各位预备，蹦！那我也以为我自己妈妈很厉害，就旁边这样，妈妈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一跑的时候，上半身看起来很强，上半身是这样，哎，他的腿是这样。我妈妈100公尺大概跑了1分钟，而且结束之后呢，还去上救护车啊，因为他完全是这样。哦，手在动，下半身没在动，然后完全就是已经没有体力了。对，然后后来还被其他的族群笑说，哇，原来阿美族只是这样子而已哦。拜拜拜拜。哇，那个腿是装饰的，在原地啊。对，品饰品饰，对对对，样有样子，但是没数对品饰。哦，来，哎，两个音乐又来了，唱起来。刚才讲到那个介绍名字，我们其实有一个歌曲，嗯。名字叫做杜佳晴，母语名字叫鹅德，嘿呦嘿呦下一位。我的名字叫做卢雪瑞，原住名字叫阿法利安。啊，不对不对，请你喝一杯。哎呀，行行行，哎呀，想想想。下一位，请准备喽。不对不对，请你喝一杯。知道为什么不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长得太漂亮了。部落会讲，然后如果说今天看到一个，比如说我在弹吉他，我看到对面那个女生很漂亮，哎，我就一直喊她不对。哦，你早上麻烦给她喝，对，慢慢跟她接近就对。对，她一定要酒醉，因为如果她看清我的长相，她就不要了。没有，后来发现一定是男生。后来结果我们到后面发现她是男的哈。部落现在很棒啊，很多这样子，就是很做自己的一个很多的族人，很多姐姐，很多很漂亮，是对，然后又很会跳舞，又会唱歌。哦，在山上过日子真的很开心哦，对，打着赤脚也能出门到处乱走，很健康的感觉，对对对。